扇明天是和你在一起。Hello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生命的人并不是指外在的人，而是由于咱心中的成分政治，才会致使无谓的对立。如果咱希望改变命运，就要知影掌握宇宙的三种力量，就是自力、他力、甲法力。什么是自力呢？譬如需求相貌庄严，就爱受忍力，经常微笑。塔力就是瓦克诸佛菩萨的护念，或者是某一种特定的信用力量，以增进咱的信心。法力就是以善业的反作用力，感觉到美妙成果。只要咱知影掌握自力、他力、法力，那呢改造命运就毋是真困难的代志啊。
摒扫心灵的房间。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自在你心头。人人有一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纯净的心灵上美丽，心中无分，才会当叫做微菩萨。无怨恨的心，这是上纯净的心灵。外表美丽，只是短暂的假象。内在潮流甲奉献，才是上水的状态。心中若无怨恨甲自我，迄就是水。诸佛菩萨的心，就亲像皎洁的满月；咱虔诚的心念，就亲像宁静的乌云。万月虽然只有一个，却会当印刻伫个每一个平静的乌面上。
咱的心保持在宁静的状态时，就是以诸佛菩萨感应得到的时阵。当清澈时，就和心灵和觉性融合为一。当咱在睡的时候，就和心灵和明空融合为一。当咱做无的时，就和心灵和大悲融合为一。无论咱行住坐卧任何的时阵，拢应该以鼻底观照，明明不昧。真正的大雄宝殿在哪里？其实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如果内心会当克制欲望，调和烦恼，诸佛菩萨就住在咱的心中。
顶礼拜，如果内心充满欲望甲怨恨，鬼甲魔就一再干扰咱的身心世界。因此，让身心保持清净，咱的身心就是庄严的大雄宝殿。咱爱为家己的生命加苦乐负起全部的责任，临时责怪父母，责怪厝内底人，或者是责怪社会、国家甲众生。咱所处的世界的好歹，都是由众生共同的心念、思想、甲行为所创造的。了解这个因果了后，咱应该积极净化自心，充实神的力量，才会当转变社会，改善社会。生活乃当简单知足，无想大的困境甲善者，其实就是富贵的人啊。身躯若是有够健康、愉快，无严重的疾病甲痛苦，其实就是有福的人啊。
十天菩萨讲，心中的情路、嫉妒、执着等烦恼，才是咱生命中真正的敌人。敌人并不是存在于外境，而是藏在咱的内心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梁武帝一日寝食之际，梦中高僧化现。高僧嘱托皇帝，当嫉妒六道四生。众生受苦无量，水陆之法广披法界。于是武帝命宝智禅师披览全经，撰写遗文。成就水陆空大斋盛会，圆融殊胜仪轨。此时漫天宝花纷落，证明水陆仪文功德不虚。仪文编制几经修改，成经水陆仪轨绘本。净土院的水陆空大斋盛会，延请诸佛菩萨及诸位圣贤僧，为十方水陆空六道众生及家族历代祖先过往亲眷，献上最真挚的祝福。净土院诚挚邀请大众共同发心成就，参与汉传佛教最殊胜的水陆空法会，感受庄严肃穆严饰的坛场，沉浸于最真挚动人的梵韵法音，为亲眷和师友献上诚挚的祝福，成就利益十方众生的法界善缘。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的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
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，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，台籍、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，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：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案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，或电洽教务处02-2341-4760 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舍利弗尊者，智慧第一，信受诸法。舍利弗尊者从小聪慧过人，听闻佛法后更得般若智，觉悟世间真理。舍利弗尊者承接佛陀甘露法水，信受奉行佛陀法教，佛陀更为说阿弥陀佛净土法门，因尊者大智，得以信受如此甚深难信之法。佛陀也受记他能于未来世成佛，佛名华光如来。一心顶礼尊者舍利弗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二愿大众能与尊者同寻自信真实般若智慧，于此难信佛法中不生疑，更发愿护持，使正法常住于世。